नमो तस्स भगवतो अरहतो नमो तस्स भगवतो अरहतो समासंबुतस्स।接触世间法，心不动摇等吉祥事，吉祥快乐之道，佛教徒的生活态度。第十章《吉祥经》的38种吉祥事。接触世间法，心毫不动摇，无愁染安稳，此事最吉祥。Buddha Sarokatam Mehi Jittam Yasana Kampati Asokam Virajam Keman Itam Mangaramutamang。 接着我们继续解释38种吉祥事。接触世间法等是本经的第11所记。接触世间法，心毫不动摇，不达斯罗卡达米希吉达亚斯那堪巴迪，是指在遭遇或面对利养、无利养、名声、无名声、贬义、称赞、乐、苦的八种世间法时，他的心能保持不动摇、不摇动、不震动、不受影响。关于八世间法，俗称八风。为什么称为世间法呢？因为这八法随世间而转，没有止息，没有停止之时。一、利养，也可译为利得或得，对出家人而言是指获得袈裟、食物等资生具，对在家人而言是指获得财物、谷物等。二、无利养，只是没获得袈裟等利养。三、名声，是指随从或主权和随从，也可指声誉。四、无名声，只是没获得主权随从或没获得声誉。五、贬义，是指批评或诽谤。六、称赞，是指赞扬。七、乐，是指欲界身心的乐受。八、苦，对凡夫须陀洹和斯陀含而言为身心的苦受，对阿那含和阿罗汉而言只是身的苦受。然而谁面对这八世间法时其心不动摇呢？唯有灭尽诸漏的阿罗汉，在面对这八世间法时其心不动摇，不受影响，而非其他人。由于面对八世间法心不动摇，是导致世间最上不可动摇的原因，因此是吉祥的。无愁阿娑堪，是指灭尽诸漏之阿罗汉的心。愁分别论定义为，由于遭遇亲戚不幸，遭遇财物不幸，遭遇疾病不幸，遭遇破戒不幸，遭遇邪见不幸，具有任何一种不幸，遭遇任何一种苦法而愁、忧愁、哀愁、内心忧愁、内心变愁、心被侵蚀、忧愁见，没有那样的愁为无愁。无染和安稳也是指灭尽诸漏之阿罗汉的心，以离去贪嗔痴的染为无染。维拉讲，以欲有见和无明四恶的安稳为安稳 ，Kaman， 即没有四恶的危难，没有四恶的执着束缚。由于无愁、无染和安稳，能带来诸运不运转等世间最高境界的原因，是带来因受供养等的原因，因此是吉祥的。这首偈提到了面对八世间法心不动摇，无愁的心、无染的心和安稳的心。
四种吉祥。此等实行后，各处无能胜，去各处安稳，是其最吉祥。耶达迪萨尼卡多呢萨巴特玛巴拉吉塔萨巴特索丁嘎强提坦提萨曼嘎拉姆达曼提。此等实行后等，是本经的第十二所偈，也是本经的结语。此等耶达迪萨尼是指不结交于人等佛陀所开示的三十八种吉祥事。实行后卡多呢是指做了之后，实践之后，奉行之后。各处无能胜萨巴特玛巴拉吉塔是指在分为五蕴魔、烦恼魔、醒作魔、天子魔一切处的四种敌人，一种也无法击败，也就是自己战胜了五蕴魔、烦恼魔、醒作魔、天子魔的四种魔。去各处安稳萨巴特索丁嘎强地是指实践了这些吉祥事，战胜了四种魔，无论在站立或行走等，在现世或来世的一切处，他所到之处都是安稳的。由于结交于人等可能会生起诸漏、恼害、苦恼，在没有那些恼害而安全全往时，就称为无灾难、无祸害、安全无怖畏的前往，是其最吉祥。唐德山曼嘎拉姆达曼是指天子请学习受持，在如此实行这些时，因为他们去各处都安稳，所以这不结交于人等三十八种事是最上殊胜最胜的吉祥。佛陀开示结束时，有一照明天神证得阿罗汉果，有无数天神证得须陀洹果、斯陀含果和阿那含果。第二天佛陀告诉阿难尊者说，阿难，昨晚有一名天神来到我面前，问了关于吉祥的问题，当时我开示了三十八种吉祥事，阿难学取这吉祥的法门，学取后送给比丘们听。阿难尊者在学取后就送给比丘们听，这是佛陀时代的比丘尊者们辗转相传而来并传到今天的。只要天神和人们对众人大众好好的演说这三十八种吉祥事，清净的梵行就会成就繁荣广布。萨度萨度萨度。